天都已经讲了，直接冲啊，直接冲，一张四亿，那我这边有25张，那这样是100吗？100亿 ，OK， 来喽，直接来喽。哦，第一次冲这个 L 一卡，加一 ，OK， 2.9，30。OK， 我要确保一点，好不好？确保一点，我还是吃30%，47.9，50，直接50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吧？哇，还敢偷打错色天？嘿、欸，啊，没了，这样还没有，50，60，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太难冲了吧？哎、欸，有了吧？哇，70几%，还2.2。50%其实已经看没有，今天吃很凶，哇，太惨了吧？50吗？好，哇，6，先不吃券好了。喂，哇，没有 ，QQ 要跟上宇轩儿加，哎，30%，26 ，Go， 哎，今天的20到多少？30几乎都没过。Go， 哇，没有，不要再说没过了。哎，那太夸张了啦。OK，Go，OK， 抖内的钱，哦，是这样吗？张了啦，60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天天还敢吧？哇，今天是真的不会过，14%，30%， OK， 没有。先从30%开始吃啊，70%下去了 ，Go， 哎、欸，改运了吗？至少20几%过了，哎、欸，今天20几%过，应该算第一张了吧？15，哎、欸，是不是可以冲卡了？什么是速冲法？就是你点素材啊，什么东西加一加，然后随便点，很快这样子速冲。你的抖内直接吓到我了，你的有你的抖内 ，Go Go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7、8、9连过啊，各位，7、8、9连过，7.3，70%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吃50%过，还是我们要吃50%？还是要改吃70啊？不要都一样 ，OK？ 这是一个冲卡的一个没有人验证的一个规则，12% ，Go！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哇！太夸张了吧，7、8、9、10。